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抚溪河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儿，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公馆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银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了自贡古盐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唐河街，西至抚溪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先是老街。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运盐的船儿连成船吗？我在走，我在走，美森森的盐巴山装满了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先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激烈的讨论中，
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三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吃得咸，看得淡呢、啊，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坊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遝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一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献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这就是档案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家来吃豆腐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5间房，都快倒了。我们看这个老宅，应该看起来在档案宅的一些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呢，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或者是乐善好施。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记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浦西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群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水煮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那你尝一尝啊，好，看看味道怎么样？很香，嗯，但我会感觉很咸。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嗯啊、对，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啊，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啊。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世富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世富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来一个吃准的就搞好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6-7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管他进多进少也好，或者进也不要进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就行了。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我一直都是从小从小成长的，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那些就是说啥话就不计计较嘛。说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哎，但是一说口，你哎你想不想？那次你有啥子事情，人家帮你还是做得到好了。哎呀，没事都是哈，不要计计较那么多哈，看淡点，看淡点。俺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喊，看得淡。吃得喊。看得淡，就是这句话。如今的先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可以看一看。哇，
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0.015毫米，看一下，就说只能单独页面。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1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龚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龚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很多人都讲，你可以做机器嘛，然后机器来就怎么抛米，有些人也有抛米机嘛。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时候就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清品，因为龚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龚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龚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龚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是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花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他的花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10几年都这样。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几十年中，张宇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宇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是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
却保存了下来。吃的咸，看的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世人。今天的先世老街少了一份现代都市的热闹与喧嚣，却多了一份独属于老街人的悠然与闲适。历经了一千多年的沧桑变幻，吃得咸看得淡的传统却依然在这里延续。它是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今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就像那潺潺流淌的抚溪河水，滋润着每一个先世人的心田。